好，刚才在第二段作者说，这个正义啊，有的时候会自动发挥行为，这等于为第三段故事的发生呢做了一个铺垫。咱们下面在第三段看一看这个正义这个玩意儿，它是如何能够自己发挥作用的。咱们来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这句话说：When a thief was caught on the premises of a large jewelry store one morning, the shop assistants must hav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say, "It serves him right." 这句话又是比较长的一个句子。那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好，请看屏幕啊，这个逗号前的 when 引导的整个的黄颜色的句子，明显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啊。时间状语从句的主干部分呢是 when a thief was caught， 当一个贼被抓住的时候。然后后面这个画横线的部分呢，那明显是时间状语从句内层的地点状语。在哪里被抓住呢？这个是在一个大型的珠宝店的殿堂里面。premises 表示这个建筑和下边这块土地的整个这个经营场所了。里面被抓住的时候，后面这个斜体字 one morning 呢是时间状语从句里边的时间状语，就在一天早起被抓住的时候。我们说英语的语序往往是事件、地点、时间，这个语序对啊。然后后面这个白颜色的呢，可以看到主句的这个主干结构了啊。这时候怎么样呢 ？The shop assistants， 咱们以前讲过 ，shop assistant 可以翻译成店员或售货员。第六课砸橱窗抢劫，咱们讲过啊。然后 must have found， must have 加过去分词，这是第一课讲过的知识，对过去的肯定推测，当初肯定怎么样了？在当时啊，他们肯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大家又是复习，这个 it 在这儿做什么成分？当然还是形式上的宾语 ，found it impossible。这个 it 形式宾语啊，它的真正宾语呢是后面的动词不定式 to do to， 一直到句末这个黄颜色的是主句里的真正的宾语。为什么用形式宾语呢？咱们复习一下李老师讲的知识。当一个句子里边真正的宾语比较长，特别是什么动词不定式啊，或者是 doing 啊，或者是宾语从句的，而且还存在宾语补足语，在这种情况下，咱们一般就不用这个真正的宾语放在原来宾语的位置，这样造成头重脚轻了。怎么办呢？把真正的宾语放在宾语补足语之后，就像本文中把 to do 放在 impossible 这个补足语之后，原来宾语位置弄个白事 it 形式宾语就好了。这个用的完全正确啊。真正宾语里面说，那么觉得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要抵制这个诱惑，抵制诱惑在28课五磅也太贵，咱们讲过叫 resist the temptation。什么诱惑呢？后面这个斜体字 to say 到句末，明显是做前面 temptation 的一个后置定语，要做某事的诱惑的。这诱惑是什么呢？就是 to say 去说什么呢？这个画横线的部分，这个引号里面内容可以看作 say 的宾语从句了。就是这呀，他罪有应得，要说这个事儿，要抵制这个诱惑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店员们，他们忍不住会说这个家伙，这贼呀，活该，罪有应得，他咎由自取，是这么一个结构啊。好，我们这个里边呢有一些小的知识点需要看一看。首先，咱们在三册第一次出现一个特殊的表达叫 premises， 这个在生词里面有，我们在这儿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把这个单词跟老师再大声再读几遍 ，premises，premises， 什么意思呢？我们注意到这个词啊，习惯上都是用复数，就是一定要加这个 s， 本身就是复数啊，表示什么呢 ？The buildings and land that the shop, restaurant。Company, etc. uses， 就是这个建筑，还包括这个建筑下面这个土地，什么呢？就是一个商店呐，一个饭店呐，或者一个公司啊，所使用的整个的建筑和下面的土地放在一块儿叫 premises， 连建筑带土地嘛，所以这个词用复数啊，它表示房屋、建筑或者这个某个公司或饭店的经营场所，叫这个。它的搭配呢有这么两个，第一个就是本文中的 on the premises， 在经营场所内部，在店铺或者建筑之内，叫 on the premises， 注意加介词 on 不加 in。 那我们看例子， There is always a manager on the premises。 我说在我们的公司里边，在店铺里边，那总是会有一位经理的，你当时去一定有一个经理在值班，在经营场所之内，在店铺内部啊。它的反义搭配呢也是非常常见，叫 off the premises，注意一定要加 s 啊，在经营场所之外或者在建筑之外，这个意思，因为 off 表示脱离嘛，离开嘛，对吧？开一个简单例子 ，The manager escorted him off the premises。还是经理，这位经理怎么样 ？escort 表示护送啊，护送陪护这个意思啊。这位经理护送他离开了我们公司的这个大楼或者饭店这个场址，就离开了在经营场所之外
用这个在经营场所之内用这个。本文中用第一个搭配说明这个小偷就是在珠宝店的殿堂内部被抓住的，是这么一个。记住这个复数名词，再读一遍 premises， 好记了。那本文中是在经营场所之内。那好，第二个搭配呢，就是句末这个 found it impossible to do something， 这个咱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看看它叫 find it impossible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do。这个语法结构怎么说了？这个 it 呢是形式宾语，后面 to do 是真正宾语啊。那么具体含义是 find 不一定翻成发现呢。李老师说我会翻成认为或觉得，认为要抵制做这个事情的诱惑是不可能的事，言下之意就是他忍不住要做某事，因为要抵制的诱惑是不可能的，就不得不去做了，忍不住不禁要做某事啊。这个我们用这个搭配来造一个句子，咱们试试看啊。我们先把它背一遍。忍不住做某事叫 find it impossible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去做什么事加 to do 就好了。咱们练一练啊，比方说看中文。当我看到那只迷人的玩具熊的时候，我忍不住给买了下来。哎呀，太迷人了！这迷人的，咱们在第九个飞猫讲过，叫 fascinating， 读快叫 fascinating， 迷人的。咱们来自动词 fascinate， 迷住某人。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fascinating。Fascinating， 玩具熊，咱们就用泰迪熊就好了。我们再读一下 ，Teddy Bear，Teddy Bear， 小玩具熊说：“哎呀，我忍不住啊，我这太好，我这不拿，我趁真不注意，我就装我包里了。”当然这不行，我给钱了啊，忍不住把它买了下来，太美丽了。咱们说着看，看这句话咱们该怎么说啊？当我看到，那一般过去时嘛，不可能天天看到。咱们复述一遍 ，When I saw， 看见那个。That fascinating teddy bear 怎么样呢？哎，背一遍 ，found it impossible to 干嘛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buy it。哎，这句话就出来了。哎呀，当我看到那只迷人的玩具小熊时，我觉得要抵制要买这个小熊的诱惑，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我忍不住买了下来。本文中也是呢，他发现这贼。这个被困在墙壁里的时候，这电影嘿，这臭贼罪有应得，这个确实咎由自取啊。这是忍不住做某事，忍不住做某事呢，咱们复习还有一些表达。我们有个什么用 help 那个搭配的，还记得吗 ？Can't help doing something， 就忍不住做某事。这个 help 在这其实是避免的意思，要不做这个事，避免做这事是不能的，不能避免做这事就忍不住做某事。还有一个版本的 can't help but do something， can't help 后面加 but 加带不带动词不定式 to 的这个 do， 只加动词这个动词原形而去掉不定式符号 to， 意思一样，就忍不住做某事 can't help doing something 或 can't help to do 这都行、嗯、咱们把本文中的句子带进去看怎么说。这个店员肯定啊忍不住说他罪有应得。咱们看用第一个搭配怎么说啊 ？The shop assistant couldn't help saying。It serves him right， 一般过的是把 can't 换成 couldn't 就好了。那么第二个搭配带进去呢，咱们一块说一说。The shop assistants couldn't help but say it serves him right， 就跟套公式一样，把它带进去就好了。这是几个表示禁不住、忍不住做了某事这个搭配，把本文中那个觉得抵制诱惑不可能的这结果顺便可以同时记住。好，再回到下面一句话，那么。这个读者很好奇了，那这个贼是怎么被抓住的呢？为什么店员们说他罪有应得呢？哎，他先说这么一个这事情特征，再慢慢揭示谜底，这读者就好奇了啊。第二句话说 ，The shop was an old converted house with many large disused fireplaces and tall narrow chimneys。他先介绍这商店是怎么一个样子。那咱们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句子的主干结构、这个商店 was an old converted house 是一个比较旧的 converted 就是被转换了用途的这么一个房子。咱们以前讲过 converted 在词汇中说 convert 是改变目的或用途，被改变了目的的房子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一间房子改装成的一个商店，原来是个这个居民住在这个大房子里边，后来把它改装成了一家商店，就是由房子改装来的这么一个店铺。然后后面这个 with 呢加上名词可以看到介词短语到后置定语了，就表示从属关系。这房子里面有什么呢？有很多大型的废弃不用的这么一些壁炉，原来是住人的嘛，
它取暖嘛，并且还有很多又高又窄的这个烟囱，是这么样啊。后面的介词短语呢，可以看到后置短语修饰这个改装的房子，然后后边呢说明这房子里有什么东西，这是为本文中贼被困住也是做一个铺垫啊。好，这里边这个 converted 我们不说了，就是改变了用途的，经过改造之后的这么一个意思啊。那么 disused 这个词叫废弃不用的，这个我们要跟另外一个 unused 做个区分啊。这个 disused 叫废弃不用的，就是原来是当这个东西用，现在已经不用了，都废了，都没人用了啊。我们看例子 ，Many disused railway lines have become public footpaths。footpath 就走路那个小路了，小道啊。这个很多废弃不用的一些铁路线，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老百姓大家公共的一些走去散步的一些小路了，就是现在火车不从这走了，已经废弃了，不再当这东西来使用了，这叫 disused。本文中也是嘛，废弃不用的壁炉，就现在当商店来使用，可能里边有暖气了，这壁炉就成摆设了，都不用了。但注意区分，还有一个词叫 unused， 这个也是形容词，它表示没有使用过的，它并不是废弃不用的，根本没有用过的，全新的这个意思。比如说 ，an unused envelope。一个没有使用过的信封，这信封新的，可以用它来寄信，是这个意思。本文中用 disused 这个用的是对的，注意这单词的差别，使用场合啊。那么后面还有高高的狭窄的这个烟囱啊 ，chimney 啊。然后呢，就出现好玩的事了。你看后面说 ，towards midday, a girl heard a muffled cry coming from behind one of the walls。快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孩呢，就可能就是商店里的一个店员了，可能啊，就听到了一个闷闷的呜呜这么一个声音啊，一个叫喊声，从哪儿呢？就从呢很多面墙，其中一面墙的后面传来了闷闷的这种声音叫喊声，也觉得很奇怪啊。好，这个句子本身结构不难，这个 coming from behind one of the walls 明显是后置定语修饰前面那个 cry 就好了，非谓动词当后置定语，这句子结构简单啊。我们先看句首，这个 towards midday， midday 就是一天的正中间，就是正午的时候这个意思啊。但这个 towards 在这不是朝向某个方向，它是表示临近某个时刻，这个意思比较常见，也是咱们一个复习。towards 或者用 toward 都行，注意这个 towards 加 s 呢，一般用在英国更多一些啊，去掉 s 这个 toward 用在美式更多一些啊。这个但是英国人美国人交流是没有障碍的，都能看懂啊。这个英式发音呢，它把 W 有发音，然后两个音节，而且不加卷舌音，是这么一个声音。我们大声读一下 ，towards， towards， 再读第二个 ，toward， toward， towards， toward， 没有卷舌音，但美音呢，注意美音中发音是个不规则发音，这个 W is silent， 这个 W 是不发音的，所以不要读 towards。而 towards toward 整个是一个音连起来，中间 W is silent， 我们大声读一下 towards toward， 介词表示临近某一个时刻，就是 near a point of time， 临近某一时刻，这个意思啊。咱们先看一个简单例子，这个知识点应该在新概念二册就学过，这是三册的复习了啊。Toward the end of the afternoon it began to rain，快到下午快结束的时候，就临近傍晚的时分，怎么样呢？天开始下雨了。Toward 临近某个这个时间点，不是朝某个方向，这注意翻译啊。那同样的，我们三册里面这个知识出现的也特别多。我们再简单看另外一课书中，就是在第36课也出现了，就是166页第18行最后到第19行，166页18行最后到第19行，咱们看这句话是不是也出现这个意思啊？After having been wound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ar, he had been sent to hospital and was separated from his unit. 在临近战争结束的时候，对于 towards 在这还是个介词，表示接近某个时候。这个时候呢是战争结束的时候，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呢，他负伤了，于是乎呢他就被送到医院去，并且与他的部队就相隔离了，就没有见面啊。这个 towards 也是表示跟本文一样，临近某个时候，快到某个时候的。这个时间点啊。那本文中说一个女孩听到了一个 muffled cry， 这 muffled 是什么意思呢？ muffled 就是使声音变得低沉一些，原来嘹亮的声音变得低沉一些。咱们先看看这个 muffled 当及物动词的用法，咱们看英文解释往往更确切啊。它表示什么意思？ To make a sound less loud and clear，
especially by covering something. 它表示呢，使一个声音看上去不那么响亮，不那么清晰了，表示呜呜突突的声音发闷，这个声音又小而且听不清。这是 especially by covering something， 尤其表示通过盖上什么东西让声音很闷。你比如说我现在说话没有东西挡着，哎，我爱你呀，这很清楚。但是这样说，你看声音小了，而且听得模糊不清。哎，这么一个动作就是 muffle 这个声音。我们看例子 ：The falling snow muffled the sound of our footsteps。本来我们这个脚啊，穿着这个鞋呢，嘎嘣嘎嘣嘎嘣走路时脚步声很响。但是呢，这个落雪啊，天天飘下来这个雪呀、啊，使我们这个脚步声呢变得更沉闷了一些，闷了一些，就没有嘎哒嘎哒这清脆的这落地声了。当然它这个 muffled 就可以表示沉闷的这个声音沉闷的。我们看这形容词，它表示 muffled sound cannot be heard clearly， 一个 muffled 的声音呢就不能够被清晰的听到了。 For example, because they come from behind a door, a wall， 尤其是因为它们来自于门后边或者墙后边发出的声音叫 muffled。 你看本文中用的恰如其分，在墙后面传来的声音，就像大家可能都住旅馆的这个经历，在这个房间住，旁边的房间有什么动静说话的时候勉强听见，但声音小而且发闷听不清，就这个感觉。比如说 I could hear muffled voices in the next room， 我能听见什么呢？我能听见隔壁这个房间呢一些模糊不清的很闷闷的一些说话声，一些人声，就说明这个房间隔音不好，旁边房间说话只能听到一些，但听的声音小而且不真切，这种感觉叫 muffled。 咱们顺便可以把这词记住，那本文中我们看用的恰如其分，用的是好的。好，那么来自哪呢？ A muffled cry， 一个闷闷的一个叫喊声。 Coming from 是后置定语，来自哪里呢？ From behind one of the walls。 哎，咱们在第十课讲过，这个有同学说 from 是介词，那为什么不让 behind 又加介词短语呢？介词后面都不用名词做它的宾语吗？这是我们第十课讲过的知识。咱们现在做复习啊，是什么呢？副词啊和介词短语本身它都可以当做介词宾语。大家注意，介词宾语未必一定是名词结构，副词可以做介词宾语，介词短语本身也可以做介词的宾语。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这是复习啊。There is a fine view from here，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非常好的一个视野，景色看得特别真切和这个舒服，看得好看。 From here 在这是副词，是从这里能看到一个好的视野啊。I heard them calling me from below， 我听到他们从下边来叫我呢，从下边传来他们的叫喊声。 from below 在这当然是副词，表示位置的副词。你看是这么的。那下面我们再看看这个第十课里出现的句子啊，就是我们50页的第12行到第13行。 Suddenly there was a slight trembling sound from below and the captain went down to see what had happened。 突然间从下面传来了一个轻微的颤抖的声音，并且这个船长到船下面底舱去看一看到底出什么事了。 From below 也是从下面传来的这个声音，在船底部嘛，隔水舱那地方的声音，这个用的是对的啊。我们再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They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abroad。 abroad 是在国外或到国外，这是副词了。他们最近呢刚刚从国外回来，从国外就 from abroad， 你看是不是不是副词做介词的宾语啊。再比如说我们看后面加介词短语的，介词后面加介词短语。 I took my watch from under the pillow， 我从我的 pillow 是枕头了，从枕头下面拿出了我的表，从枕头下面 from under the pillow， 这用的是对的。再比如说 He picked up the gun from behind the counter， 他从柜台后面拿起了手枪，别动，从柜台后面 from behind the counter， behind the counter 介词短语啊， from是介词做介词短，这个介词短语做介词宾语，这个用的是对的。而且我们看到呢，有同学呢是不是一定在 from 后面？不见得都是 from。我们再看几个例子。那么其他的介词后面也可以加副词或介词短语，比如说 I live near here， 我住在这附近。near here， 那 here 还是副词， near 在这儿就不是 from 了，这个介词也行。再比如说 We didn't meet until after the show， 我们知道什么呢？直到这个演出结束之后我们才见面，就是在这个直到这个时候才见面。 not until 嘛，直到才， until 在这是介词，后面介词短语做了 until 这个介词宾语，你看不是未必 from。 那再比如说
The weather has been fine, except in the north. 除了在北部地区之外呢，天气都是晴朗晴好的天气。In the north 是介词短语做了介词 except 宾语，所以记住这个介词和副词都可以当做介词的宾语，就介面短语和副词都可以、啊、尤其用在这个介词 from 后面是比较常见的。本文中也是这样， from 后面加的宾语是 behind one of the walls、啊、然后他一开始可能觉得是不是听错了，但是你看出现了好几次这个声音，后面说了 As the cry was repeated several timesShe ran to tell the manager who promptly rang up the fire brigade. 因为这个叫喊声呢重复了好几次，他就跑去呢就告诉这个我们殿堂的经理了，并且是经理立刻给消防队打了电话，说这是不是有人被困在里面了，请把这人救出来。咱们还是先看个语法成分分析。这个逗号前面的黄颜色的句子明显还是 S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 S 翻译因为、啊、因为这个叫喊声重复了，被重复了很多遍啊，于是乎呢他就跑去，这个他呢可能就听到叫喊声的女孩了，跑去告诉这位经理，而这经理呢立刻就给消防队挂了电话打了电话。这个 promptly 叫立即立刻，这个意思在十四课贵族歹徒咱们讲过，咱们一会儿还复习、啊、ring up 一般过的是 ring up 就是给某个地方打电话的意思，消防队 fire brigade 我们在十五课五十便是麻烦曾经讲过。好，那么后面这个定语从句是修饰前面这个 manager， 其实它相当于一个并列句，就是他立刻跑去告诉这个经理，然后经理呢立刻给消防队打了电话，而不是他立刻跑去告诉那个后来把他告诉他的事告诉了 给消防队打了电话通知的那个经理，这不是定语。只不过呢定语从句比并列句要简洁一些，要不然你还写 and the manager promptly， 这里用一个 who 就行了，这是老知识复习。因为上一句话末尾这个 the manager 就是像个并列句中的一个成分， and the manager 主语就是他们，所以干脆用 who 连接就好了，这个咱们一会儿还会做复习啊。好，咱们下面来看看句中的一些细节。首先这个我们看一看刚才说的这定语从句、啊、这个定语从句我们看到它本身又是相当于一个并列句，你看明显相当于这么一句话，因为这个叫喊声被重复了若干遍，他跑去告诉这位经理，然后这个经理呢又立刻给消防队打了电话。你看这个翻译成中文是特别通顺的，而不能翻译成他跑去告诉那个后来把这个事又告诉给了消防队的那位经理，这明显不是定语。但为什么用定语从句呢？因为它简洁、啊、你用并列句第一个再加连词 and， 第二还有的主语 manager， 但前面就跟着 manager 用一个 who 把它并到一块用一个 who 就好了，这又是形式上的定语从句。咱们早就说过定语从句是挂羊头卖狗肉，它表面上定语其实发挥的不是定语作用，这又是个好例子。但有个 条件就是它前面所跟的这个句末的这个东西呢刚好是后半句中一个成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而不用再重复这个成分再加连词了，对吧？好，咱们再类似的多看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看在第七课中的句子，残超健美组中咱们就讲过这个知识。咱们看这句话啊， John went to see his bank manager and the manager sent the remains the wallet 等等等等，再往后说、啊、约翰立刻跑去找到他这位银行经理，然后这个经理呢又把这个钱包和钱的残骸送到了残钞鉴别组。原文不是这么写的，原文如果这么写的话就不会出现在新概念英语这个经典教材里了。你看前面句末这个 his bank manager， 下一句话末这个开头这个 the manager， 这不都是这位经理吗？所以上一句话末尾这个成分刚好是后半句中的某一个成分的时候，干脆就并在一块，用什么连接？指人嘛，用 who 连接就行了，对吧？ who， 然后这个经理又送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第二十二课的句子，就是熟记台词中的一句话，但是原文并不是这么写的。你看怎么说？使这位贵族觉得大为好笑的是，这个看守过了几分钟又跑回来了，还拿着呢一副眼镜和往常的那封信 ，the usual copy of the letter， 并且呢 ，and he proceeded to read it to the prisoner， 并且他继续把这封信读给这个囚犯来听。你看这个句子里边呢 ，and 是连词引导并列句，但 read it 后面这个 it 好像就是前面句末尾这个通常的这封信，这个 it 上面句末尾就是后面句中的一个成分，在这儿呢咱们又会并到一块去了，并成哪个词呢？只是我用 which 就好了吗？ which 一个词它既引导定语从句，又是同时这个 read 后面那个宾语又被省掉了，所以这又是一个形式上的定语从句，这是老知识复习了，今天再次看到了。咱们以后在写这种并列句时候也可以考虑是不是一定用并列句呢，有没有可能转成定语从句呢，可以做个判断、啊、还有我们看后面那个 promptly
promptly 十四课讲过，这个词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立即、立刻、马上。我们再把这副词再读一下 ，promptly。Promptly， 这是第一个意思，表示 immediately， 立即、立刻、马上。本文中用的对，这个经理立刻给消防队打了电话，要不这人一会儿闷死在里边了。马上打电话啊！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些用词，比如说66页第三行到第四行，在第17课里边，66页的第三到第四行，看这句话怎么说啊 ？If the money was not paid promptly, the gangsters would quickly put a man out of business by destroying his shop.如果这个钱没有被立刻支付的话呢，这些绑匪、这些大坏蛋们啊，这些匪徒们就会怎么样呢？他会立刻通过摧毁商店的方式使这个人的破产。你看，如果这钱没有立刻奉上 ，promptly 在这翻译 immediately 立即立刻。看来亚历山大是比较喜欢 promptly 是这个含义的，因为在立刻另外一课书中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第22课，就是110页的16行末尾到第17行，110页16行末尾到第17行，22课里边。And he promptly handed the sheet of paper to the jailer, 并且他立刻把这张纸就递给了这个狱卒看守。你给我读读看，这封信我看不清。立即立刻，不给他反应时间。这里依然翻译成 immediately。但我们说了，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翻译成 punctually， 叫准时的。但是本文中明显不是准时的，他没有约定，怎么会准时打电话呢？对。但确实有这个意思。比如说 ，They arrived promptly at 2 o'clock。他们在2点钟准时抵达。记住 prompt 两个含义，究竟哪个意思，通过上下文逻辑判断就好了。本文中说，这个经理立刻给这个消防队打了电话。这个 ring up， 这个比较英式的用法，就是给某个人或某个单位某个机构打电话。 ring up， call up， phone up 都可以。他后面这个接电话的这个人呢，给这个人打电话这个人呢，既可以放在 up 之前，也可以放在 up 之后。如果这个人特别长的话呢，可以放到后面去，就是一个长长的名词，等于再加定语从句等等。如果名词这个人比较短，就是个代词，但一般放到前面了啊。我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She uses the office phone to ring up her friends in Sweden。你看这个宾语就比较长 ，her friends in Sweden， 她在瑞典的朋友就比较长了，放在这个 ring up 后边了。她使用办公室电话给在瑞典的朋友打了电话，这个 ring up 是打电话的意思。再比如说 ，John caught him up。To make sure of the date of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约翰给他打了电话，来确定一下我们这个毕业典礼他大概的日期。Graduation ceremony 毕业典礼的意思。你看 ，called him up 跟那个 rang him up 就是 ring 一般过去式 ring 是一样的。这个 up 位置，你看这个宾语太短了，就个 him， 那好放在中间好一些。那再比如说 ，I'll phone the manager up tomorrow， 明天我给经理打电话。这个 the manager 呢，长短适中。放前也行，放后也行，也可以说 I phone up the manager， 也差不太多。但如果只是一个代词，一般都放在中间就好了。来，这三个搭配，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ring up， call up， phone up， 这都可以表示给某人打电话。本文中是给消防队打了电话。哎呦，这是15课的知识。消防队有两个版本，在英联邦国家一般用第一个，在美国、北美洲、加拿大、美国、加拿大一般用第二个。我们先读第一个。The Fire Brigade， Brigade 本来表示军事旅团营那个团啊，这个那个旅，军事旅团的旅，在这儿呢跟军队没关系了，就是这个消防队。在美国后面加部门这个词也读一下 ，The Fire Department， The Fire Department， 消防队。那消防队员呢，15课50遍是麻烦怎么见过？可以用 Fireman， Firefighter， 或者分开写的 Fire 空格 Fighter 都可以。我们再读一遍 ，Fireman。Firefighter， 连写分写都可以。本文中说，立刻给消防队打了个电话。好，这个句子我们先看到这儿。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下一句话说 ，The cry has certainly come from one of the chimneys, but as there were so many of them, the firefighters could not be certain which one it was。咱们这句话比较简单，咱们只看一看它的语法结构就好了啊。这个。两个句子构成了一个并列结构的句子，中间用并列连词 but 连接表示转折啊。第一句话先说，这个叫喊声呢，肯定是从一个烟囱里传出来的。那墙里砖头里边不可能有人嘛，那烟囱里是空的。好，第一句话结束 ，but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第二个并列句里面首先先套进来一个 as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
因为 but there were, as there were so many of them, 这 as 就相当于 because, 因为了。这个 them 当然代替前面 chimneys, 因为这里有这么多的烟囱。The firefighters, 咱们刚刚讲过 firefighters 消防队员连写分写都正确。啊、是怎么样呢？不能够肯定究竟是哪一个烟囱里面藏着人。这个 certain 后面这个画横线的画下划线的这个黄颜色的句子，明显又是咱们以前讲过的做形容词补足语的这个从句，对吧？它跟前面 certain 构成一个大的形容词短语，相当于 cannot be certain about the fact， 对这样一个事实不敢肯定。哪个事实呢？就是究竟哪一个烟囱里面是，究竟是哪一个烟囱，这个意思。好，从词法上比较简单，把语法结构看清就好了。那于是他们怎么找到这个人呢？哎，他们也比较聪明，你看下句话说了，They located the right chimneys by tapping at the walls and listening for the man's cries. 咱们看看这句话的这个语法结构分析、啊、They 当然指的 firefighters 这些消防队员怎么样呢？ Locate 确定位置的意思，当然英国人可以读成 locate， 在美式可以读成 locate， 重音前后都行、啊、他们确定了这个正确的烟囱的位置是通过什么方式呢？ By 加这个动名词短语是构成了一个方式状语了。第一个是通过轻轻拍这个墙，这么拍墙这个动作，然后呢再听这个男人的叫声，我们拍的对不对？你在这儿吗？哎，听叫声来确定究竟是哪一个烟囱。这个 tapping at the walls 和后面这个 listening for the man's cries 都是做前面这个 by 的宾语，等于这个介词 by 加两个动名词短语并列都做方式状语。好，这里面这个用词特别的准确，你像前面这个 locate， 前面这个 tap，还有包括 listen for， 这词汇特别准确，咱们应该重点去学习、啊、你先看前面那个 locate，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两个发音都对，慢慢来， locate， 或者这么读 locate， 英国人一般多读成 locate， 美式多读成 locate 比较常见。那、啊、是什么意思呢？ To discover the exact position or places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 来发现某个人或某个东西的精确的这个位置或者场所，究竟在哪个地方确定位置叫 locate。比如说 ,we couldn't locate the source of the radio signal. Radio signal 就无线电信号。我们无法确定这个无线电信号的来源。我们看到这里有无线电信号电波，但究竟哪儿来的呢？无法确定位置，用 locate 非常准确。再比如说 ,police are still trying to locate the suspect. 这个警察们现在还在试图找到这个嫌疑犯。Suspect 咱们在第一课讲过是嫌疑犯的意思，这个 locate 确定他位置究竟逃到哪个地方呢？找不到。你看 locate 有这个含义，本文中确定究竟在哪个烟囱里面确定精确的位置，用它非常准确。后面那个方式状语里面 by tapping at 这个 tap 咱们看一看是什么意思，咱们看个英文解释看是不是准确啊。它表示 to hit your fingers lightly on something， for example to get somebody's attention， 什么意思呢？来用你的手指轻轻的来敲击某个东西，你看就这个动作，比方说呢，为了得到某人的注意力，比如拍肩膀，是我呀，哎，再拍某人一下，轻轻拍这个动作。本文中拍的墙壁，噔噔噔，用这动词好像看到消防队员当时的动作一样，所以用词准确的话，可以使这描述特别传神。这个搭配确实后面加 at 或者加 on 都可以，差不太多。都可以叫轻拍某个东西，比如说 Someone tapped at the door 或 Someone tapped on the door， 有人敲门，这个动作就是在拍门，轻轻拍这个门的叩门，哎，有这么一个动作。再比如说这是在新概念第四册第七课，就是讲蝙蝠回声定位这课书、啊、A sound made by tapping on the hull of the ship will be reflected from the sea bottom。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呢？ Made by 是后置定语，通过敲击这个船壳，大家还记得吗？ How 这个词咱们以前说过，叫船体或船壳，通过轻轻跳拍这个船壳，这个发出的声音怎么样呢？将会被从海底反射回来， reflect 反射或者反思思考都行，从海底反射回来，你看这是用轻轻的拍、啊、这是在后面加 at 加 on 叫轻拍某个东西、啊、但是我们还有个搭配，就拍某人的肩膀，什么拍某人的这个头等等等等，有这个搭配，你注意这个可以加宾语了，就先加人了， tap somebody on the shoulder on the arm on the chest 等等等等等等都可以。这时候注意先加人， tap somebody on the shoulder
on the arm 或 on the chest， 而不用 tap one's shoulder， 这个搭配要注意。那拍某人的这个肩膀，拍他的胳膊或拍胸脯，可以用它。我们看一些例子。Ralph tapped me on the shoulder。这个 Ralph 人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哎，李彦龙，总没见了啊？哎，拍了一下，或者拍拍胳膊，哎，或者拍胸脯，这个动作叫 tap somebody on the， 后面再加这个部位就好了。这是这个轻拍这个 tap 最常见的几个搭配。好，本文中是通过拍一下这个墙，并且怎么样呢？ Listening for the man's cries， 并且呢，这留神听这个男人的这个叫喊声。这个大家说，有同学说那 listen 不是加 to 吗？听什么？不 listen to the music， 不是听音乐吗？但本文中这个 listen for 比 listen to 准确的多。为什么呢？这 listen 加上不同介词，意思是不一样的。咱们看什么叫 listen for。严格来说呢，前面可以看作省掉了一个副词 out， listen out for something， 这个 out 有也行没有也行，可以去掉，所以画一括号。什么意思呢？ Wait alertly in order to hear a sound or something， 就是非常机警的等着什么呢？为了能听到某个声音，就留神等着在听这个声音。他们在，你看这个非常喜欢敲这个墙壁，噔噔噔，听里边，哎，救命！哦，就是这个烟囱。你看，留神等着在听 ，alertly 叫做非常机警的、机敏的，机警的在等待，干嘛呢？为了能够听到某一个声音等等，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个简单的例子：Please listen or please listen out for the phone while I'm in the bath。我去卫生间的时候，请留神听着电话哦，看有没有人打电话来，留神。哎，用一只耳朵听着的，有电话铃声马上告诉我。所以这个时候后面加 for 而不是 listen to， listen to 仅仅表示去听这个动作，但 listen for 有这么个意思，本文中明显用它要精确的多，准确的多了。你看用这几个动词好像亲自看到和听到这个动作一样。再看一个例子， Can you listen for the doorbell？ 你能不能等着听着看有没有人按门铃？哎，你看 listen out for 或 listen for 都行，就是一会儿我估计可能有送快递的来啊，你呢看电视的同时留神等着看有没有门铃，有人按门铃的话别忘了开门去，就这个意思。本文中这个我们要学习词汇非常准确，你看本文中用了这个 locate 确定位置，用 tap 用手轻轻拍， listen for 留神等着听这个声音，特别传神，好像亲眼让我们看到一样。所以英语单词量大，这并不是去为了浪费大家时间，单词量多它这个细微的差别比较细腻，就容易比较精细的描述一个非常确切的意思。这个我们再看一看本文中这个表达。那你看，那搞不好同学们这个表达我们自己写的时候呢，就写的从词法和句法都不好了。你看很多人可能这么说，他们敲这个墙壁，然后听这个声音，然后呢就找到了这个确定的正确的这个烟囱的位置。你看很多同学可能这句话会写成这样。我们看这个句子，好像中国同学觉得更熟悉的。They knocked at the walls and listened to the man's cries and then found the right chimney. 是这样吗？大家可能看这句子会心发出微笑了。我们觉得中国同学可能更会这么写，为什么？首先这几个词大家熟 ，knock at， 这中学讲过，然后 listen to， 这我们最熟悉搭配，然后呢 ，and then found， 发现了吗？发现了，找到了这个正确的这个这样一个烟囱，好像更熟悉。而你看。他们敲墙壁听这个人的叫喊声，并且找到了这个正确的这个烟囱，更符合中文特征。李老师说过，中文像一个竹子，英语像一个大树。中文是一节一节的，一个动作逗号，一个动作逗号，然后另外一个动作逗号。但英语中你第一个这三个词本身用的不够准确，精细度比原文中差的太远了。另外一个呢，你这三个动作如果都是 and 连接，说明动作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连续使用动词说明重要性是一样的。但我们发现这个两个一个两个三个这三个动作里边哪一个最重要呢？显然是找到了正确的烟囱，这一步最重要，否则的话这人是出不来的。而前面敲墙壁和这个注意听这个男人的叫喊声，这是通过一个方式最终是找到了这个正确的烟囱，这个找到烟囱这个动作更为重要些。你看本文中咱们不怕不识货，怕货比货。 They locate the right chimney， 他们找到了这个正确的烟囱的位置，然后呢后面通过轻轻地拍这个墙壁，然后等着听这个男人的叫喊声，你看是不是两句子一比高下立判。第二句话无论从句式的重点突出还包括单词的精细性，比第一句话都好得太多了，这是天壤之别了。
我们真能写出这么准确而细腻传神的曲子，何愁在作文中拿不了高分呢？哎，这个可以把它记住。这个我们再看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看看在第15课里，大家可能看过这么类似的一个句子。Because someone called a fire brigade and two firefighters used a special type of grease and then frayed George. 你看这就是一个中式英语，原文要这么写的话，这就不是亚历山大的，对吧？有人给消防队打了电话，并且两个消防队员呢使用了一种专门的一种润滑油，然后把乔治放了出来。大家记得吧，叫乔治去伸手捡那个50便士硬币，但胳膊卡在地沟盖里了。你看这个像中文，有人给消防队打电话，有人给他打电话，然后两个消防队员使用一种特殊润滑剂把它放了出来。但是你看在这里面，有人给消防队打电话，把这个 someone 放在句首了，这重点不突出了。本文中没有强调是谁，肯定是人打电话，不可能狗嘛，所以这人们根本用不着去出现了，是不是可以用消防队被召唤来了，对吧，就好了。然后呢，消防队员使用了润滑油，然后把乔治放出来，哪个动作重要呢？显然是把乔治放出来重要。至于使的是什么东西，使的是润滑油还是什么什么汽油，我管的是什么呢？你看原文中是这么说的，咱比较一下，这个句子出自第70页的第14行最后到第15行。70页14行最后到第15行，他说 The fire brigade was called and two firefighters frayed George using a special type of grease。有人给消防队打电话，但是本文中被动，明显呢这个重点更突出，消防队是重点呢。至于谁叫，我管他是谁的，反正是人叫的就行了，对。并且两个消防队员把乔治放了出来，这个重要。然后呢 ，using 后面变成非谓动词，依然是个方式状语，把后面那个状语化，前面动词 free 这个重点突出了，跟本文中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咱们做精读就有这个好处，一方面把作者精细的含义能够更精细的准确的去掌握领会，另一方面也能模仿写出同样精彩漂亮准确地道这样的好句子。好，咱们接着往后看，后面说 After chipping through a wall which was 18 inches thick they found that a man had been trapped in the chimney。 好，我们找到这个墙壁之后呢找到这个烟囱之后要凿这个墙壁。你看这个逗号前面明显是一个 after 介词 after 引导的一个时间状语，这个 after 在这当介词来用，后面跟的是动名词结构， chip 就凿，当当当这么凿。那么凿穿了一栋墙，什么墙呢？后面这个画横线的部分明显是嵌套在时间状语内部的定语从句，就是墙有18英寸这么厚，非常厚的一栋墙凿穿了之后怎么样呢？ they found 他们发现，这白颜色是句的主干结构了，后面的 that 引导的是一个宾语从句，做 found 就是 find 的宾语，发现一个人被困到了一个烟囱里面，所以进不去出不来，卡住了，就这么个意思啊。好，咱们看看这里面一些词法的表达。首先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凿 CHIP， 我们大声跟老师再读一下 CHIP 就是凿，就当当当当凿，为了把这碎片慢慢把它凿掉，就这个意思。那本文中凿这个墙嘛，用凿这个词是正确的。咱们再看一些例子。It took a long time to chip a hole in the wall. 在墙上凿了一个洞，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这个 chip 你看及物不及物都行，在课文中是不及物的，这是及物，凿了一个洞也行。你看我们再看一个不及物的用法。Archaeologists were carefully chipping away at a rock. 这些考古学家正在仔细的在岩石上噔噔噔噔轻轻的把那些多余的石头凿掉。你看 chipping away凿掉那些多余的东西，把最后这个原来的东西把它慢慢把它凸显出来，这个动作 chip 总之是凿， through 是凿穿了，凿穿了一种墙之后，这墙大概有18英寸这么厚，这个 inch inch 可不要翻成英尺，英尺是哪个字？英尺 foot foot 复数是 feet feet 啊，这是英寸啊。那么18英寸 thick 当然厚了，厚度了18英寸厚。他们发现一个人被困到了烟囱里边，这个困住用得特别准确。我们知道这个 trap T-R-A-P 本来做名词是陷阱，抓住这个动物的陷阱，做动词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大声读一下 trap 咱们看什么意思。 To prevent somebody from leaving a place especially a dangerous place， 就是阻止某人使他无法离开某个地方，尤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被困在了一个尤其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啊。
我们看看这是及物动词，我们看一些例子。 20 miners were trapped underground， 有二十位矿工被困到了地下，下面随时可能塌方，而且没有水没有食物，这危险的地方，被困在了地下，好像被关到了这个陷阱里的动物一样。这个 trap 用的是对 miner 就是矿工的意思。同样再看一些例子。Dozens of people were trapped in the rubble when the building collapsed. 这个 collapse 就是呼隆一声塌了坍塌的意思。当这个建筑塌了之后，有那么数十号的人被困到了砖头瓦砾之中。这个 rubble 就碎石头或碎砖块这个意思。房塌之后有数十号人 dozens of 就好几沓人了，一沓不是十二个吗，好几十个人被困到了碎砖碎瓦之中，这个意思。再比如说你看这句话， There's no way out, we're trapped. 哎呀，没有出去的路了，我们被困住了。你看这个 trap 及物动词确实用被动比较常见一些，叫被困住，尤其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好，那本文中是有一个人被困到了这烟囱里面出不来了。那其实本文中有类似的地方也可以用被卡住了，被卡在某个地方卡住了。这个搭配可以用 be stuck 或者叫 get stuck， 这 get 也是系动词嘛，后面 stuck 过去分词嘛。这个它来自 stick S-T-I-C-K， 叫卡住卡住动不了了。这个搭配我们在前面曾经见过，咱们复习15课就乔治被卡住了。你看70页的第13行到第14行，70页的13到第14行。A crowd of people gathered around him, and the lady rubbed his arm with soap and butter, but George was firmly stuck. 他是被死死地卡住了，还用 firmly 来修饰，见过这修饰词，这么个同时记了。一大群人聚拢在了乔治的周围，并且一个女士在他胳膊上抹上了一些肥皂，还有黄油，但是乔治被死死地卡住了，或者叫卡住了，动不了了。这个用的是对的，这是 be stuck。那 get stuck 也行，也是用表示卡住，本文中也可以用这个卡住这个。你像本文中我们看162页第20行到第21行，那明显就是对 be trapped 的一个替换，就在本文中162页第20到21行。 The sorry looking blackened figure that emerged admitted at once that he had tried to break into the shop during the night and had got stuck in the chimney. 这个看起来满面羞愧的黑了吧唧的这个人，就出现的这个人立刻就承认他试图呢在晚上就破门而入到殿堂里边来，但是呢卡在了这个烟囱里边了。你看卡住动不了了，叫 get stuck， 或者用 had been stuck， 用 be 动词也是对的，这是卡住。那么跟他还有类似的几个搭配，比如说还有一个第一课讲过的被逼到绝境，把某人逼到绝境，被逼到了绝境了。咱们有个叫角落那个词还记得吗？叫做 be cornered。这个搭配也行，叫他被逼到了绝境，使走投无路了。这个我们也复习一下14页的第8行到第9行，14页的这个第8行到第9行。It immediately ran away when she saw it, and experts confirm that a puma will not attack human being unless it is cornered. 这个美洲狮被这个村姑看到之后立刻就跑了，并且专家证实说，如果要是没有被逼到绝境的话，这个美洲狮一般是不会进攻人的。你看被逼到绝境叫 be cornered， 这可顺便记住。我们再回忆，如果表示被关在什么里边，咱们在第8课著名的修道院讲过，那个狗狗 be kept in， 用 keep 关在某个地方也是出不来了。我们复习42页的第12行，42页第12行。 As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about, the dogs have to be kept in a special enclosure.因为周围有这么多人，所以这些狗呢被迫被关在了一个专用的围栏里边，关到了专用的围场里边，这是被关在某个地方。我们在复习在当时的第22课还讲过，被关在监狱里边也有一个被动的叫 be imprisoned， imprisoned 叫驶入狱吗，被关进监狱。咱们再复习110页的第6到第7行，110页的第6到第7行。A famous actor and a highly successful play were once cast in the role of an aristocrat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in the Bastille for 20 years. 一个著名的演员在一个非常成功的戏剧里边曾经扮演过一个贵族的角色，这个贵族被关到巴士底狱差不多有20年之久。 Be imprisoned 叫被关住监狱，这个跟本文中被困在某个地方可以同时记，确实类似。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下一句话说，
As it was extremely narrow, the man was unable to move, but the firefighters were eventually able to free him by cutting a huge hole in the wall. 咱们还是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前面 as 引导的还是一个原因状语从句，因为这个 it 当然指这个烟囱了，特别的窄，这个人呢他不能动。好，第一句话结束， but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但是呢这个消防队员怎么样，我 eventually 最终能够把它放了出来，通过什么方式？ by 引导的划横线的部分是方式状语，通过在墙上凿出一个大洞，巨大的洞来把它放了出来。这个 cut 就是 把它弄出一个洞吧，就类似于前面那个 chip， 只不过为了避免重复啊。依然你看把它放了出来还有凿了一个洞，这两个动作哪个重要呢？当然是把这个人给放了出来重要，这个凿洞是一个方式，所以你看把它放到方式状语里边，这个动作 free 当做了谓语动词，还是重点突出，跟前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好，我们看前面这个 at it was extremely narrow， 因为它特别特别的窄，这使咱们回忆起了我们以前在31课说，因为那个大包特别的重，你看结构是不是特别类似，就是31课146页的第14到第15行146页第14到第15行。 At it was extremely heavy, he dumped it on the counter. 因为这个大包啊特别的重，所以他用力的把它扔到了这柜台上，噔的一声扔到柜台上了。这 s 还是一个原因状语从句，因为它特别重啊。好，这个还有后面那个free him 把它放了出来，咱们再回忆一下15课的句子，咱们再看一看。这个消防队被叫来了，两个消防队员用了一种专门的润滑油把乔治放了出来， free 就使他自由了，放了出来啊，确实用法类似、啊、好，看下一句话。 The sorry looking blackened figure that emerged admitted at once that he had tried to break into the shop during the night but had got stuck in the chimney。 句子很长，还是先看语法成分吧。这个第一行白颜色的是句子的主语，这个看起来满面羞愧的黑了吧唧的这么一个人影，就是 that emerged 是定语从句， that 是关系代词做主语，后面 emerged 是定语从句的谓语动词，就出现的，就被放出来出现的，这原来是藏在后面，现在已经能看到了，叫 emerge。 这个人影呢立刻就这个承认， admitted at one 立刻承认，这是主句的谓语动词，白颜色的、啊、承认什么呢？后面 that 引导的当然是宾语从句了，承认他那么试图呢在晚上要到店铺里面来，但是呢被卡在了烟囱里边，这个里边用的是过去完成时，后面也是，因为他承认是一般过去，这两个事情发生在过去的过去、啊、在宾语从句中用 but 连接两个并列结构就好了。那么下面咱们看看里面一些细节，首先这个 sorry looking 不是看起来对不起的，而是看起来满面羞愧的。这个 sorry 看看解释、啊、feeling ashamed or unhappy about something bad you have done， 对你已经做的一些坏事呢觉得羞耻或觉得不开心不高兴，叫羞耻的羞愧的。那我们看一个例子， She was genuinely sorry for what she had done， 她对她做的这些事情觉得由衷的觉得很悔恨很羞耻、啊、是这么一个意思。本文中也是满面羞愧的，在看上去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 looking 呢表示看起来如何，这是个复合形容词啊，它跟前面一个形容词用连字符连接，这我们见过好多好多了。你看本文中是 sorry looking blackened figure， 这个看起来满面羞愧的。我们再回顾一下在第3课里见过22页的第15行 A very modern looking woman， 一个看起来很摩登的这么一个女郎，看起来很现代化的一个女郎啊。形容词加 hyphen 加 doing 加 looking， 这个结构看起来很摩登。再比如说在第34课158页第17行 The an interesting looking carved dagger， 一个看起来比较有趣的雕花的匕首。你看前面的形容词 interesting 加 hyphen 加 looking， 看上去怎么样的，咱们自己都会说了、嗯、再比如说第48课里边看起来很丑陋的应该怎么说呢，丑是 ugly looking， 再咱们看看是不是这么说啊。220页的第21行 An ugly looking black goat， 一个看起来很丑陋的 black goat 黑山羊，看起来怎么样的，形容词用 hyphen 连字符再加 looking 就好了，这是3册中多次出现这个 looking、嗯。那么当然再看看后面这个 blackened figure， 就是黑了吧唧的这么一个模糊的人形，这个 blackened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及物动词使变黑， blackened 表示 to become black or make something black， 就是变黑或者把某个东西使变黑、啊、
变黑可以当做一个不及物动词来用，使变黑呢就是及物动词都行。咱们看个简单例子。The thunder became louder and the sky blackened。 那使变黑及物动词 blackened 可以当过去分词来用，就是形容词变黑了的黑颜色的就好了。本文中就变黑了的黑颜色的 blackened 过去分词，当然形容词使变黑吗？变黑之后就 blackened。 这个雷声变得越来越大了，并且这个天空也变得越来越黑了，变成黑颜色的了。 And the sky blackened 可以看到前面省略了 black， 那 became blackened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雷声变大了，天空也变黑色了。 became 并列句中可以看到被省略了。好，本文中说是黑颜色黑了吧唧的，这个因为烟囱嘛，里边都是灰嘛，是黑颜色的。 figure 这里翻译成看模模糊糊的一个人形，都看不出是谁了，哎，表示这个意思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咱们看看，先看英文解释，再看三册中咱们前面见过的一些例子。什么叫 figure 呢？ Someone with a particular type of appearance or character， 就是这么某一个人，什么人呢？某一种类型的外表或某一种特征特性的这么一种人，尤其是这么一个人是什么人呢？那他们是太远或者几乎看不清楚，或者是这个太远看不清楚，或者因为呢这个什么光线太暗呢，还有像本文中浑身都是黑颜色的，哎，看不清楚看不真切，这叫 figure。 这个表示模糊的一个人，我们在前面多次出现过，比如咱们先复习第二课十八页的第八行到第九行，十八页的第八到第九行。 In the torchlight he caught sight of a figureWhom he immediately recognized as Bill Wilkins of a local grocer. 在手电筒的光线中，他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那么他立刻认出来是当地的杂货商比尔·威尔金斯，还记得吗？跟本文中这黑了吧唧看不清楚这个人非常类似。咱们再复习三十课《幽灵之死》142页第六到第八行。142页的第六到第八行，他这么说 ：A farm worker who stayed up all night claimed to have seen a figure cutting corn in the moonlight.一个农场工人熬了一宿夜，声称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在月光下收割谷，是不是离得很远呢？英文解释很准吧，因为远也是看不清楚看不真切，模糊的人影子在月光下收割谷。好，后面 that image 定语词 image 出现了，从墙里出来的这个人黑了吧唧人立刻就承认，我们说 admit at once 这是谓语动词了，然后后面加宾语从句，它是什么呢？ He had tried to break into the shopBreak into something， 咱看什么叫 break into。 Break into something means to enter a building or a car by using force in order to steal something， 就是通过武力，通过强力蛮力来进入一个建筑或者进到一个汽车里面去，目的是为了偷东西。它的宾语不见得是这个大楼，是汽车有时也行。咱们看例子。 Someone broke into my car and stole the radio。有人呢，闯进了我的汽车，并且偷走了这个我的半导体 radio。那再比如说 ，her house was broken into last week， 他的这个房间，他的这个房子怎么样呢？这个上星期被人破门而入，失窃了，丢东西了。Be broken into， 但是它及物动词吗？及物动词短语吗？可用被动吗？就 something 做主 ，be broken into 就好了，因为这个。这个不及物动词加介词放在一块可以加宾语了，类似于及物动词这个的含的用法。好，但是我们再看，如果要是表示强行闯入，没有说闯入什么地方，没有宾语的话，就不能用 break into， 因为 into 这个词一定是介词。这个时候如果强行闯入，不说不加宾语，就要 break in 就好了，因为 in 本身可以当副词来用，对吧？就是 to enter a building by using force in order to steal something。就是通过暴力进到一个建筑里面，目的为了偷东西。这个默认没有加宾语的就不能是进入汽车了，要闯进汽车那得加 into a car， 必须得加宾语。如果没有宾语呢，我默认都是闯到了一个楼啊房间里面去，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例子。 If anyone tries to break in, the alarm will go off. Go off 我们在以前说过，表示大声发出大的声音啊，就是闹表啊或者这个炸弹啊什么枪啊发出巨大的声音啊。如果有人试图强行闯入，那么这个警报就会响起。这个 break in 你看后面没有加宾语，但不能说 try to break into 那就错了，因为 into 一定是介词，而 in 可以当副词，但这个 break in 它一般都是建筑，一般是建筑。好，那么强行闯入还有另外一个表达，在未来58课会碰到，咱们先看一看，就是 force and entry。
也是表示强行闯入。这 entry 本来就入口，我用暴力做了一个入口，我强行闯入，用这结构也行。啊，这个我们可以看看在58课的例子，260页的11行到第12行，260页11到第12行。It was as clear as daylight then that burglars had forced an entry during her absence. 这个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为什么呢？那些小毛贼在她不在的时候已经破门而入，强行闯入了。你看这里面 burglar 表示入户行窃的贼，咱们在以前见过啊。这个然后呢，在她不在时 during her absence 表示这缺席不在场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名词短语， There was no signs of a forced entry.Forced entry 可以看到名词短语就破门而入这个动作，这样一个这个名词短语，这里没有任何破门而入的迹象，说明这个门锁都是好好的。那这个破门而入发生的这个情形叫 forced entry， 可以跟 forced entry 同时记就好了。好，这个他试图进入这个商店，在晚上说，但是呢He got stuck， 就是被卡住，咱们讲 get stuck， 卡在了这个烟囱里面。He had been there for nearly 10 hours， 在那待了差不多10个小时了。Justice had been done even before the man was handed over to the police。甚至啊，在这个人被转交给警方之前呢，正义就已经得到了伸张。Justice has done， 我们讲过，可以表示正义得到伸张。在这里呢，has been done， 本来用现在完成时，但是过去的过去，所以换成 justice had been done， 还是正义得到伸张这个意思。我们说如果没有语境的话，一般就 justice has been done 或 has been served， 咱们讲过、这个人 was handed over to the police， 这个做个注释就好了，非常简单。 Hand somebody over to 表示 give a prisoner to another group of people， especially the police or the people in authority in another country。那么就是把一个囚犯那么给另外一个组织，尤其是这个交给警方了，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国家里的那些当权者，就是把这个囚犯或坏蛋或者这个被关押的人转交给了这个组织，这个意思。我们看例子， The terrorists were taken to the airport where they were handed over to the French authorities. The French authorities 怎么讲过，是法国政府， The authority 表示政府当局，还记得对吧，就是这个恐怖分子被带到机场，然后在那里呢，他们再被转交给法国政府。在 where 这个定语从句这里又相当并列句 ，and they were handed over to the French authorities there。and 和 there 用个 where 就好了，又是前面末尾出现这个机场，就是后面这个 there 这里面成分嘛，所以关系复数 where 来引导定语从句就好了。本文中呢也是把这个小偷转交给了警方之前，正义就得到伸张。Justice had been done。 好，35课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小的文章，里面的重点知识呢就特别多，既有复习也有新的知识，那温故而知新的一个好的课文，希望大家仔细复习，把它关键知识点把它记住。这个书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儿，谢谢。